以语为刃，以语为常。 是我复仇的垫脚石，查克拉，我是说，魔法终结于此。现在。 动动足，战无不胜。感到脊背发凉，凡人。
一切暗影都来源于你心底的恐惧。你是否感到脊背发凉，凡人？让我计算一下你的心理阴影面积。我来自斧头帮。你是否感到脊背发凉，凡人？让狩猎。你可以和我握握手，那是我的前提。你是否感到脊背发凉，凡人？女孩子的尾巴是不可以随便乱摸的，喵。你是否感到脊背发凉，凡人？这份怨恨如影随形。现在距离完成我的复仇只剩一步。我以后恶魔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中。结局临近了。你的与你许下约定的，我命令你，魔法石封印解除。
复仇只剩一步。牙疼拔牙，手痒剁手。脊背发凉，凡人。查克拉，我是说，魔法终结于此。不是我复仇的垫脚石。这份怨恨，我以后也要当猎魔人，一名就叫一粒蛋。我还是有一个技能的，非常可怕，叫咬指头。让狩猎开始吧。凡人，只要一碗汤，就能让你做一整天的白日梦。牙疼拔牙，手痒剁手。
现在距离完成我的复仇只剩一步。他们有病。你问我答案是什么？42。牙疼拔牙。一切美好终成梦魇。你是猎人还是猎物？凡人。我将切碎你的灵魂。恶魔从哪儿来？恶魔。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比我的毒液更毒，那就是毒奶。你的灵魂属于我。让我治疗你灵魂中的劣根性吧。只剩一步。有时候我也想把我的助手改造成钢铁机器。脊背发凉。你的技能真不错，但下一秒就是我的了。
让我治疗你灵魂中的劣根性吧。只有恶魔才能打败恶魔。是我复仇的垫脚石。现在，距离完成我的复仇，只剩一步。想知道什么叫做连连看吗？现在，距离完成我的复仇，只剩一步。王者之魂，尽归无主。垫脚石，只有恶魔才能打败恶魔。王者之魂，尽归无主。能穿透梦境的双手，却抓不住一丝希望。我只保护被我夺去的灵魂。
王者之魂尽归无主。鸡蛋有几种画法吗？我并不能把棋子变成金子啊！出手按钮在右上角。在亡魂之刃面前忏悔吧。你知道鸡蛋？我并不能把棋子变成金子啊！出手按钮在右上角。你可以叫我诞生，我以后。凡有生者，必有死灭。王者之魂，尽归无主。
之魂尽归无主。在亡魂之刃面前忏悔吧。垫脚石，又到了丰收的季节。结局临近了。